定的院子地面上呢，就看到有至少有六个啊，保存的还相当不错的犀角类恐龙的足迹。那么犀角类恐龙呢，它就是一种在恐龙时代有着很长的脖子、很长的尾巴的一种吃植物的恐龙。那最大的个体可能可以到四五十米这样的一个范畴。